啊，七八次不用吗？我是刚刚那个时候涨了112年了，31号瑞芳洛阳站9:50出发的是278次哦，涨了发车就好，银行花店的普悠玛这样哈。哎，车王普悠玛，333、333次，车王普悠玛这样哈，在瑞芳洛阳站通过，我去了。拜拜，罗小明跟妈咱们多多听我们的 A 级官号面，我的278次哦，咱们发车就好，银行花店的普悠玛这样终于在瑞芳站通过了。好，看看这边见，拜拜。啊，我在等它变4017，等一下。好，现在可以来查一些资料。对，是角4017改点之后，4月份改点之后没有变的。278改点之后还是普悠玛，也是没变的。那我大概知道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的。